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信。这次影片现在要来开的是这个新主角的王牌圣龙。主角在哪？哦，这次的主角叫做红龙 Doramu。Doramu 通常是翻译作鼓啦，打鼓 drum 嘛，不知道台湾会翻什么。那么我们就来开这一次的王牌圣龙吧。啊，这次的王牌圣龙跟普通的陀螺不太一样哦，因为它一开始就配备了最新系统需要的改造用零件。他总共送了三个底盘，一个是攻击型，一个是持久型，另一个是防御型的。哦，打不开。OK， 拿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内容物哦。这次哦，它有附发射器，而且这是双向的。哎呦，厉害啦，各位朋友。这东西我待会再解释。我们就来看哦，这次内容物明显比上一盒多很多啦。上次只有单薄的三个零件而已，这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终于是把贴纸贴完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就是王牌圣龙跟 Rock 底部，我先叫它大地圣龙好了。那最后一个持久型的 Grand 底部 ，Grand 的意思通常是用伟大啦，不过伟大圣龙也怪怪的。总之正式翻译出来之前，我就称他们攻击型、防御型跟持久型就好了。这就是这次的主角陀螺王牌圣龙。好，我来念念它的说明哦。传说中的幻兽圣龙拥有标准的四颗陀螺锁的右回转用 GT 晶片，也就是说这次决定回转的方向是用 GT 晶片决定的嘛。再来是轮盘用的铁。斩重心分配在两边的平衡型的重量铁哦，所以银牙烈虎之前送的那个就是斩吧。结晶轮盘的底部叫做王牌，有两枚尖锐的上钩刃，还有超厚的两枚打击刃，所以非常王道的底部轮盘哦。这里有两片负责拿来帮他切换形态用的底部轮盘，这个就是 Grand。伟大拥有两个，拥有大型接近圆形的两枚刃，轮盘内部有很多挖空哦，也就是说它可以产生强大的离心力，属于持久型的底部轮盘。再来是 Rock 大地岩石，利用朝下的这几枚刃把攻击全部弹开的防御型轮盘哦。我个人是不打防御啦，所以我大部分情况应该只会用这两个来打。其实我还蛮喜欢伟大的形状哦，如果未来持久型的这个轮盘有出不同颜色的话，我可能会考虑采用。个人没有很喜欢红色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个新的铁哦 ，ST 铁 ，Sting 针刺的意思。这个铁下面有搭载一层比较软的塑胶哦，这个铁的零件是可动的，所以被攻击的时候可以造成强大的动能，再回弹回来攻击对方。硬要讲的话，它可能也可以打吸收流。最后要介绍的是轴心 ，CH 轴心 ，Charge 突刺，它的轴心下部是平轴，也就是普通的攻击轴，但是旁边围绕了很大的铁，所以可以给陀螺带来非常强大的重力哦。由旁边的铁带给它重力跟动能，再用它的轴心去这样子突刺敌人，这样设计理念的一个铁，基本上算是攻击型的 Omega 铁吧，想必应该是蛮强的哦。不过自爆率也会变高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中间又有两个空洞，我想可能跟阿基里斯的情况一样，后来可能有什么插件可以补强这个轴心。Takara Tomy 这是不会再被你耍啦，我已经发现啦，应该啦。想必很多人在意说这三个重量到底谁是最重的、哦、最轻的是王牌，重量是 9.4G， 那伟大呢是 10.4G， 至于最后岩石大地它的重量是 9.9G， 也就是说顺序是这样 ,1,2,3,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至于铁的部分呢，是 28.6G 哦，也算是非常重的铁。我想这不输斩击战神上面的 BL 铁吧。补充一点哦，这是它的陀螺锁的深度，可以看到是算是非常紧的攻击型陀螺锁。有另一个东西也是很值得大家注目，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发射器啊，龙形的。我手上的这个是十几年前的龙形发射器哦，现在居然完全复刻，形状几乎是选一样的啦，而且副的发射器还是双向的。基本上新手要开始玩，就绝对要买这一盒圣龙了，因为太划算了，太划算了。好像没有想象中的紧哎。好，完成。王牌圣龙 STCH 斩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测试看它的实力在哪边吧。Let's go！
王牌圣龙也太强了。哇，还在转呢，好屌！为什么它持久力比较强？好，接下来是大家都想看的 GT 四代陀螺第一次的碰撞，就是在这里啊。这个圣龙好像有点强哎。哎，才刚夸完你，现在怎样？哦，还是很强啊！哇！这该不会是目前最强的起始陀螺吧？好，这就是这次圣龙的实测。怎么说呢？它应该是我目前用过刚使用起来不改造、就觉得哇，这家伙真的好强的一颗陀螺。它好壮观哦！它的重量每次在外围这样冲下去的时候，几乎都有办法把人家打飞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轴心的钩爪只要勾到外壁，它就会疯狂的这样子移动，总是会给我很好看的对决。铁嘛，什么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我总觉得原配就非常强了。如果你觉得它的陀螺锁还是有点松松的感觉，那你可能就当然也是去换一些 Dash 系的轴心。不过圣龙会这么强，很大原因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用重量的暴力来跟别人对战的陀螺，你把它轴心换掉了，或许它的特色也会因此没有，所以改造的时候要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总评而言呢 ，GT 四代目前我觉得最需要入手的就是这一套了，它有三个底部，非常的划算，你喜欢玩哪一种玩法都行，又有附这个双向发射器，简直优秀到不行。总合而言，作为最开始的几颗陀螺来讲，这颗非常 OP。玩的这一颗，我就不禁期待未来接下来的 GT 系列会有哪些很恐怖的陀螺。而且四月份会出的这一颗叫做无回转陀螺，那根据它的外形来说呢，有金下盘又有点蓝，上面又红，非常有可能是我最喜欢的魔龙了。GT 世代到底要给我多少刺激啊？好棒！好了，喜欢我今天的影片，麻烦一个喜欢，也麻烦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No.
生命。